配合来临六月学校假期，位于 Fairmont Singapore 的 Antidote 酒廊与 Parco 及 DreamWorks Animation 合作，推出限时 Trolls 主题下午茶。各类琳琅满目的小点心装在白色小抽屉，上层是可爱的甜点，下两层则是精致的咸食及新鲜出炉的司康。一家人共享美味下午茶，度过惬意的亲子时光吧。